因误会而结缘，他在追求你啊，普通朋友。因目标而结义，看来你对超超包还挺有研究了。但是你看我女朋友都紧张你。今年圣诞前夕，我喜欢你，你死了就要信吧。三人在友情与爱情之间，你怎么可能拒绝他呢？将如何取舍？不会守住他，不会让任何人把他抢走。心电心，圣诞前夕晚上9点，八频道真情线上，心电心。